老婆收拾好没有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走吧，兜风去。好。拿上小板凳。好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呀？带你去兜风嘛。老婆做好没？出发了。好。拿上我的镰刀。哎呀，给，出发。出发。要多远呀？你抬头看。哇，你看，我发现了一个好小的笋呀。哇，太小了吧？不能吃吗？能吃啊，很嫩这个笋。那我们上去看有没有大的吧。好。你看。嗯，蛮猪干的好事，估计我们只能吃小笋了。我先上去看一下。来，老婆接住。好。没有了，被满叔刮遍了。哎。那你就别站那里喂蚊子了，我们砍一根竹子回家煮菜吧。好，那我先下去。你去把竹笋剥一下。我弄个竹碗。应该做干嘛呀，张？来，慢走。来做家竹碗的呀。要等到那个鱼去煮鸡汤去。好啊。剥好没有啊？没有呢，还有一个。哇塞！你看我剥的对不对？嗯，对呀，但是有点慢剥。好，这个给我吧。来，哇，竹笋煮好了，抓起来冲水。泡发好的腐竹，浇上蛋液，搅拌均匀，上锅煎。两边煎到它金黄。把腐竹倒到竹筒里，上面放点小蘑菇，嗯，西红柿，再来点剩子，再来几个小鲍鱼。少放一点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，加水，盖蒸一小时。哇，潘小朵的蒸鸡蛋，把米饭也端出来。哦，等下慢走，滚嘞，可以吃嘞。白小叔给你个鲍鱼，来，老婆，哇，这个鲍鱼，好香啊！